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信柱哥哈。我现在人的位置是在这个南方澳的内皮海滩这边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哈，这个海滩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每次信柱哥来到南方澳哈，都是去那个兰陵市场去那边哈拍鱼啦哈。可是总觉得没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哈。真的有点可惜。那今天哈、刻意比较早出门，从基隆出门来到这边十点多，那先来内皮海滩这边来看看。这边海滩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背景可以看到这边海滩非常漂亮哈、有别于我们基隆的那一边北台湾的那种岩石海岸不太一样的海岸哈、那记得第一次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是。两三年前来给这一个我身后的这个南安国中哈、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边有一个国中，它叫南安国中哈、来到南安国中这边给这边的老师上一个环境教育课哈、那之后我就来这边来这边游玩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想着这里，那今天哈、特地早点出门来这边哈。看看这边的海滩 ，OK， 走，就跟着我的镜头来去看看这边的美丽风景喽。